你跟妈也要听不懂啊！小东东，请那个简颖先生，你不要一开口说不了哈，不要讲太多。东东啊，你在搞什么？东东，谁呀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跟宝妈关系好吗？ 送给我的月饼。我吃过他送给我的月饼。哈哈哈哈哈！台湾人、香港人的，客家人、中生代、中生代。中国人最强调就是月圆人团圆。 强奸，不过我的过年普通话是讲的特别好，但是我还是去了这一句就是中秋节要先共强奸。好烦哦！他讲的话就很蠢。好了，答案是谁？两个问题问完了，谁？ 猜什么陈晓东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是。其实我们在这时间，董哥，我同你讲啦，你不要讲话，不要讲了。那提示题，你讲的都是一些这个人鬼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许孝顺。董哥，我考你一下，提示我呀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个人是什么最丑的啦？不靠外形，只剩啦。不靠外形也是他给我们的提示哎。你是靠外形的，你都忘了吗？偶像，你是靠外形的，他都没提到你啊。对啊。 当年的帅照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你看我这，看你帅照，很多帅照长什么样子？哦，多青涩！你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这张照片拿出来，还人家也分不清的时候，哪一个是林志颖？哪一个是林志颖？对，其实拿麦克风那个是林志颖。对，看得出来，立马看得出来。光是这个，果然是主持人。对啊，那另外那位是谁啊？他帅照，林志颖旁边那位是谁啊？旁边那位是。 应该就柯志海吧，是要不要？是要不要？哎呦，这是电影吧？哇，老杜啊！这是影帝啊，这两位都是影帝啊，各位。都姓梁哎，都姓梁哎。中间那个你看，好像司机哦。两位旁边的都姓梁，中间一看心都凉了。当年头发很茂密。 你把这个剧情告流流起来。这位是谁？你马子对不对？啊，没有。你初恋的吗？后来被我甩了。我知道。以前的绯闻就不要。那时候都不报。对啊。人家现在没有狗仔。对啊，现在没有。没结婚，没结婚，还没结婚呢。他刚离。 当你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不要谈到过去，我们谈到过去就不要再谈。后来啊，真的出过专辑了，对不对？出过三张，真的出过专辑，真的啊，是你成名以后吧？我很愉快，很难悲哀，我很愉快，我很愉快，我们悲哀什么烂歌？我很愉快，我们悲哀什么烂歌？如果能够啊，我那两句歌词啊，两句歌词之后。 就停掉，然后后面谁接得出来，一定要给30万块奖。你相信我，给30万都不会有人知道。啊，那就给30万嘛。真的不对啊，其他人。你唱的就很拼命，刚才歌。我没有钱，但也没有什么爱。我不够帅，但也谈过几次恋爱。你唱副歌，副歌。这很像一个经纪人。 不容易，茫茫人海，这么难听的歌还会唱，还会比。好了，我想辛苦的应该是生孩子这件事，辛苦了89年。我特别感谢奶哥啊，这个不管是家里面
婚丧喜庆啊，他一定都到我家来致意啊，不管是应该的应该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对小老弟跟这个我们大同才之间呢、啊，弘扬演艺圈这个领域里面的人呢、啊，他是最讲情够义的。我是真的讲情讲，我一直都是最好的，那也是我们交情够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陈国成以后我会不会去？哦、我一定会去，我想你是交情够啊，我这样答应照顾我爸妈的。对，我说了一定会去，对不对？爸妈现在这个。躺在哪里？我没有交情够才可以这样子讲哎，真的对不对？现在这时候睡午觉啊，躺在躺在躺在快！现在有人关心人家父母这样，现在应该躺在沙发了。我爸爸是我们小时候住眷村，我爸爸都喜欢躺两米以上，躺两米以上。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躺哪里，而且你平常你们家上床啊，他就睡不着。对，他在两米上面啊，你顶多给他加个毯子。对。你把他叫醒，他不能就打呼。对，电视还不能关，电视关了他就醒来了。对对对，老人跟你讲说，哎，我在看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结果你的好心把他叫到床上去了，他失眠一个晚上。我的意思说，以后人家就问他喜欢躺哪里。对对对，所以后来啊，后来我搬新家之后呢，为了孝顺他，我买了很贵一张躺椅。哦，不用床，不用睡床，从此不睡床。他的床也有了，但床买的便宜，躺椅买的贵，哎，躺椅舒服嘛。好会掰，我是很孝顺的人，孝顺，我孝顺，我住板桥，我是板桥三界这个县的孝顺楷模。好了，谢谢广哥，谢谢。导播一开始一整个画面扫过去呢，让我们大家觉得年轻的很多，心旷神怡。我希望夏天的 GoGo 美少女啊，不是来一个，一次来七个。好，现在欢迎我们的 GoGo 美少女，谢谢你啊。因为人太多，我们不方便一一点名了。对对对，待会会叫到名字了。对啊，待会呢，我们再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。好，阿斌，两队成员今天要比拼一下，来看看我们的第一位 Wrong One。我们来对白，对，我们今天派胡歌老师，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猜 ，OK 了哈，好，来继续我们的双双对不对？15秒钟准备计时开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我看你们两个根本没有很用心嘛。那个，我看胡布拉斯就这样子。所以他只看勾美眉那边。你是不是想记忆题，对不对？妹妹，我通通记起来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再跟我互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一个男的，我的眼睛就跟鱼眼一样。真的吗？我的鱼眼，我是360度，我是广角的。好，打互动，别挂他，不影响大家的成绩。猜拳决定，来，先决定，先我后来，准备，来，剪刀石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剪刀石头布，我已经算有参与了，我鸡都过了，我已经算有参与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你输了，你赢，不要这样子啦！你要先还是后？我要先。什么东西啊？要紧张啊！来，猜猜，我紧张。剪刀石头布，先还是后？我看过你们节目，你要先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先，一定要先，一定要先。来来来，加油，红哥，来喽 ，Go Go Go！ 快，鱼眼，鱼眼。鱼眼红，广角眼，你们在哪边？广角眼，谁？你有看到我们看不？你有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吗？谁？赵云，赵云，来，要等赵云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赵云来清单，来，赵云你出列。来来来，这是谁？哪个 ？Pinky，Pinky 你出列。我要吃 Pinky， 我要吃 Pinky。好啦，这叫音乐，音乐一停，时间一到，一起把动作做出来，了解吗？好，懂了哈。来，准备，双双双对对。3, 2, 1，请坐。哇！冰雕，恭喜大队了！哇！超眼厉害，这个手的叉腰是这样，他如果反着叉就不行了。哇塞！厉害厉害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你好棒。
棒，感动！你怎么第一个就找这个这么好的一个？帅呀！对你的节目，我对不对？当然知道，什么时候有收视率？谢谢赵姐啊，谢谢天意。外号两边两，外号好了，外号黄角，一分了，来，得一分，我们黄角，再来下一题，答对题目，七题全部对，7万。哇！海哥做得到就做得到，做到做到，因为你做不到，不是我做不到。是我不想，他不想让他破费，所以用心，你都没人演就这样呢。你也搞赶快，这人听，他个人玩。来，你是比你好，是第二组。对啊，金雪第二组。好多吗？忘记了啦，全忘了。爱互动，忘了啦。再选一个出来，弄你一下你就忘了。国中威，国中威，史克力，我知道你用什么。国中威，他都只记女生，真的，奇怪，他真的都只看男，他英文不好啦，看女生的，他都不看男生的。对啊，那叫 K， 那你从那个 Katie 啊 ，Katie 啊 ，Katie 啦，那不会讲对不对 ？Katie，Katie， 哎，不是 Katie 的，什么？你是 Katie 吗？他是 Katie 啊，好 ，Katie，Katie，Katie， 好了，准备了，动作一起做啊，准备，记得住啊，来一杯，双双，对不对？不是。请坐。怎么那么快？一个趴着一个跪着，你以为他会跪吗？差不多。哎，你怎么会跪着？你趴着。你要趴着的。我也记得他是趴。我记得他是趴着的。你有没有记错别人的？我没有啦。他记错人。那么就是你要跪着。你记他是对的。我现在记他记错了，不是他。对，不是他。是身材跟他很像。就完了。好了，可以请回位。答对一题。还有问题啊？来，请回位。来，下一位，来就位，来。我要选谁？国中威跟小西。国中威主力。B H。叫小西。Growing。他叫小西啊。叫小西啊。他叫是 Growing 啊。C 啊。所以他又记得啦，你知道吗？国跟西啦。他小西啊。对啊。的确本人是小西。小西啊。是小。好了，准备。双双，对不对？开始。李可凡，你记谁啊？谁呀？不是他，你就一直想趴下来。我没有。然后这个又趴得这么迟钝，没事，请坐。你要趴的有顺序，你太长了。你有僵直性脊椎炎吗？他太高，鞋子都穿得高，然后又在高台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把你记得用走了，所以你烂透了？叫你把我第一个用走了，烂透了，烂透了。来，黄光宇主力，来。继续再配，请选择。还要再配一个，你看到国中威了吗？有没有？国中威了。对呀，所以你要配谁啊？这很重要啊。国中威请出列。西也不是啊，那就是那个 K 啊。你这来过第几？不行不行，也轮到轮到，对，到了也要轮到你。对啊，可是问题是我的动作我忘记了，他们看什么的？继续趴着嘛，趴着。对啊，对，老师对，双双对不对？请开始。一定会对到的嘛，请坐。哎，耶！你的手是？喷错，喷对了。对啊，手放错，手就手不是每次都这样擦腰，好不好？那每次我答错，来请起立。这么严啊？答错了，第二题了。我已经把他给弄到趴下来了耶。我看到了，趴下来。不是，我选到一个可以趴下来的。这个手有那么重要吗？我要盐用，盐用。不要跟我说。他这个没有问题，他这个没有问题，他这个没有问题。一个半夜在聊天啊，一聊就忘记了。两个题是对的。对啊，这个很难的，这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知道他一定记住哪一个最好。来，手要松，还有手。机会啊！对对，他给我一个机会就对了。我要商务舱的，我要选小西。
小西和那个燕军，燕军挺出力。小西来 ，Chloe， 小西。哦哦哦，这个难。来准备，松松，对不对？加油，请坐，拿快。请坐。耶！下一题我告诉你，我听你，我鱼眼，你求到了，我鱼眼，我叫黄角，你继续选择，我要选 KK 燕燕福，还有谁？一个燕军，还有个谁？燕军燕军啊，对，我好怕你选我，来准备加油喽，激动，双双继续，对不对？手也错了，手的位置也错了，对，好，继续，这个白球分，哇，跳红花是惨的，啊，我惨的，脚的位置，脚的膝盖也是关键，小 K， 可以，好忙哈，来谁？来，双双对不对？都走，别忘记了，不要紧张。小心一点，你们也接不进去啊！拿这样讲，请坐。哦，不对，不对，仰头。怎么？哪有？没有脚，你跟脚不一样。就是调整了。好恶心的表情。加油！恭喜大队。董哥，董哥，李助理。哇，这个好难哦。你要不要选 Chloe？ 我不要，不用。小乖，小乖，小乖，请助理。不要，我不选他了，我选贝贝的。关你屁事啊！点台啊！我们这不是配对吗？来准备，来双双，对不对？动作。好。你们上个礼拜，有一题是这个问题啊，动作又是。好了，这么快。不要准啊！现在你可白上。没有讲，我知道。又来了，你旁边。要赖皮。手来的，手干什么？手干什么？我们聊一聊。你手干什么？对啊，我要选人了，我要选小乖跟。小乖啊。淑敏。小乖跟淑敏来。小乖跟淑敏。好，你们小乖刚刚才上来。小队干嘛？是对的，来一杯。来，双双，对不对？加油，加油！来坐，拿下去。请坐。哎哎，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不研究好，请不研究好，来，请下，请回来。好，到这边来。来，洪都拉斯，洪都拉斯，黄脚师干什么？黄脚师。傻眼了，他看不出来哪里错。你要选贝贝吗？选我了，选我了。你当选淑敏了，还选想什么？选我选淑敏啊？对啊，对啊，那想什么？你走开啦！选淑敏啊？小乖啊，你也真剪这种的？最好是怎样？别说剪这种，你还做错就完了。你剪这种，你在这样喷呢？不是，因为刚才你在后面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前面啊，所以啊，你就想象一下。来，准备！而且你说，你这动作好娘炮哦！你做这动作，你这样做看。娘炮不重要，赢才重要啊！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双双，对不对？请开始。送你分数都拿不到哦！请回，请回。你手哪有一在这边，人家是坐在这一边呢，那动作都不对的。你干什么？对，你放那边干嘛？那一样，下去。下去，换我的。啊，你可白。我要选刚刚那一组。好，不能要讲出来。我要选小乖跟淑敏。董哥，来喽，加油！来哦，又捡到了，双双对不对？应该对。
请坐。啊，对了，冰雕。怎么讲就嘟起来，对嘛？剩下两组，剩下两组，我想要选贝贝跟心如姐。贝贝跟心如，哎，心如们好，哦，坐在这里喽。夏天刚好都懂得身材接近哦，你们两组是对的，啊，你们母女俩是对的啊。不知道佩佩没有，不知道姐弟恋啊，什么母女姐弟恋？来，准备，贝，祖孙，说不说？对不对？刘哥。想做，做了想打，好孙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谢谢，想讲话的现象，想讲想讲，不要干扰，好来，准备，不要干扰，双双对不对？开始。来，准备，预备，双双对对，对开始。5 4 3 2 1开始。好，你错了。你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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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
来，恭喜你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今天动作很简单，干什么？我们聊天干什么？刚才跟我们互动好不好？聊天干什么？每次这么多害你们，害我们，对，啊，每次要搞你们赢，对啊，你们再来聊嘛，好不好？对，聊你们为什么聊我们的呢？对不对？不要再聊了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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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收视，看收视，对，我快点，快点，谁啊？快点，跳出来，赵云是谁？罗中威跟那个罗中威 ，Kelly。凯蒂，时间一到就一起做动作，没有迟疑的哈，没有迟疑的，不简单，来，双双，对不对？好，动作，突破，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寿星里选的这两位到底对不对呢？黄瓜三点九捏枪烂人活奶哥，但是遭殃的却是董哥。烂透了，烂透了，两次啊！你问题，海蒂，哎，对对对，冰雕，海蒂，海蒂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要录了，这个上台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来来，坐我像扁钻一样。在做成扁钻，因为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有没有站起来啊？一个铲子，一个什么？为什么？坐好，坐好。你给我讲好，你给我讲好，你这么弄，这是怪你的，太搞笑了。干嘛？